牵扯到这么多情，一定要有人死，事情才会完。我们是廉政公署，有守则，也有一条。主任只差一步。外面那么多私烟在卖，你以为是哪来的两倍的盈利啊？怎么会没有人想做？被炒楼价还好啊。钱是不是在赚了？没问题，跟一跟陈昭群老婆和儿子看看有没有可疑。但马主任说了，知道，赶紧。廉政公署，你的证人怎么样？朵拉，别再跟着我，你们没有时间再浪费了。到底是被威胁还是收了钱逃跑？那老虎自己会来找我们，他开始灭口。没意义的，我们做了这么多，能告得了李大，我们就可以继续深入。你在买大小是吧？要不要赌一把啊？按钮已经按了，回不了头了。是不是所有方法都试过？陈 Sir， 就剩美人计了，要不我试试？不用查，我知道那个地址就在我们廉政公署。原来做会计，不只要懂计算，还要懂做账，不犯法的，但是要骗人。